你出差这几天，我认真的想了那天你对我说的话。我想对你说的是，和你在一起，是我早就认定的事。什么时候走入婚姻，什么时候有小孩，我都尊重你的选择。我和你在一起没有其他的目的，我只想拥有你更长更长的时间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。其实两个人在一起，进一步很难，退一步却又很容易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我已经对爱情根本就不憧憬了。但是现在我遇见了你，我就下定决心要再好好的爱一次。之前阿姨说的那些话，我很理解她的担心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就是想要跟你一直一直在一起。谢谢你，安然。我们吹蜡烛吧。那许愿吧。从你望向我那一刻起，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安然的游戏可以成功，早日上线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可以一直一直和安然在一起。第三个愿望，第三个愿望是，第三个愿望，不能让别人听到。往事厚重的像一部怀旧的电影。